所以现在是说没有进行机车，我也不能骑是吗？你看有没有滑条？可是我中线没有进行机车啊，我们就正常这样，前面一台，后面一台，中间也没有进行机车，也没有在竞速，也没有飙车。那你告诉我这样哪里危险了吗？我没有超速，跟着车流。不是要刁难你，机车是要接近车道，是请你不要跟他靠那么近啊，你也不可以跟他并排。我只能跟他并排啊。那你可以麻烦县政府把中线也踢上进行机车，没关系，这样大家更明了，这样就不会有争议了。为了你的安全，也为了大家的安全、啊，不是说一定要，就是要依车道行驶、啊。好，好了解，好好，好了解了，谢谢，辛苦了。发现有一部辅助机行驶在外侧的快车道哦，那而且它跟同行前方的一个大型重机哦，那跟随的距离太近哦，那我们同仁发现知道是觉得担心有危险之余哦，所以跟他。盘查，那纯粹是基于关心哈，不是没有其他的问题，而且本来也是劝导之后就予以放行啊，没有自担举发。那如果这个部分有造成民众的一些观感不佳或是误会哈，那我们队部这边哈会在加强教育民警执法的问题的部分。可是这样我有危险吗？我没有超速吗？我没有在竞速吗？那我说我这样哪里危险了？我们就正常这样，前面一台，后面一台，中间也没有进行机车，也没有在竞速，也没有飙车。那你告诉我这样哪里危险了吗？你说这样很危险，我不知道哪里危险。